人贺以岑，谨此宣誓：本人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，必当拥护并负责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，对中央人民负责和澳门特别行政区负责。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先生监誓：我谨此宣誓，本人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保安司司长，必当拥护并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，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澳门特别行政区。我们将认真总结澳门20年来“一国两制”实践的成功经验，结合澳门实际情况，提高站点，开拓视野，进一步建设具有澳门特色“一国两制”。现在，恭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始终坚定“一国两制”制度自信。广大澳门同胞发自内心拥护“一国两制”，认同“一国两制”是香港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。我要在此强调的是，香港、澳门回归祖国后，处理这两个特别行政区的事务，完全是中国内政，用不着任何外部势力指手画脚。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维护国家主权、安全、发展利益的意志坚如磐石，我们绝不允许任何外部势力干预香港、澳门事务。自己的事是自己解决，好像我家的事，我和仔女的事是我们自己和仔女解決，是不需要第二社人來解決的。所以呢，我非常之大家都聽到兩次的掌聲，習主席是說得十分之好，我們是不需要外部來騷擾我們，我們國家有我們自己的法律，有我們自己的憲法，我覺得這一點是十分之重要的。但如果澳門來說，你目前會不會覺得習主席這個